可以从此的，因为这边我们前次可以，但是我说今天都来了嘛，就给他谈个会，谈个会是不是？谈个会，不要讨论，别来不谈咩咧？啊，咱本身我没讲咩。没有，你就不要讨论。你本身讲咧，你把讲的是讲哎，国际还是？我说已经，我的钱给你了，好不好？国籍法的时候呢，我们跟
来的时候啦，肖美行为的也没有排进来，他打电话跟他讲说没问题，我下次都进来。我们今天早上讨论国籍法，那所以上次答询的时候，肖委员他也来讲说，他可以接受，然后他也来咨询。我们是连备课都没有啊，这是什么的问题啊？没有，你们对我们一点都这次来不及啊！你们这样子，而且解决问题不能这样。不是，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子。你们当时那天很清楚的，那个李同豪、李委员生气说走了，不跟你们签的，你们马上叫进来，马上签字。那我们的案子，我们说那下礼拜就让我们付，那你们这样子，不是？那你们今天本来也可以把我们案子拿进来，对啊，今天对啊。但是那个外界搞不清这么多东西，看我们白白浪费半天，人家过年都来了，这半天我们大家浪费观众大，是观众大，不是观众大，是你们国民党，因为人家已经答应说观众大，下一次就合起来了嘛。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是观众大，他们钱多。那个2016的时候，中配不高啊，对吧？所以跟我们的思想很重要啊，要放在一起啊。所以要放在一起才能让你讨论啊，因为很重要啊。没有一起问嘛？没有，就这样。不是，那个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等下党那么多个礼拜，哦，已经从第一次协商到现在，大家要进步，对，那你今天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也很重要嘛，我们那时候也知道啦。结果你们到现在，今天已经很重要，要审查第17条，那我们是落实一条，而且还没有进来。啊，我就说明天一定到，我先答应的钱直接给你的嘛，你要签，我就马上签的嘛，我马上签的嘛。北环，你这个东西跟这些相关，要放在一起讨论呐。你这样子其实是浪费你的钱都挂在那边，这么挂。不要挂那个大帽子，我讲台湾是你们啦，不是我们啦，因为这个本来当时就可以放进来一起来讨论，你们就一直挡了10次以上。我们也被你挡了一样，不要去讲这挡东西了。没有啊，你们现在看，那个是优先法案，是大家写好不能挡的，不然超有先要签假的。上面没有写21条，他写两个人的关于条例都不可以挡嘛，是法案啊。卖官的中介啊，不是你挡的这个，国民党的那国关哦，国关那边没有，那边没有，是我不是那边，不是你的代志哦，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是哦。这个东西，这个我知道啊，你一直在跟我怪这。那你叫知道来讲。这个不算，这个不是我的签字。那你去叫人家来，看你跟谁签的，国民党谁签的，叫他们来。你一直讲这一张，讲那一张，那一张不是嘛？你一直讲这一张，这一张我都没有参与，你快骂。那你叫那你骂，我没有骂你，我们讲国民党官啊。现在官怎么说我们浪费钱？浪费钱是你们浪费的，你们给他挡那么多次，本来是可以并案审查的，变成是什么叫做我们浪费纳税人的钱？讲那个什么话？大家不是骂你就不对了。杨连长，我们是好好讲的，就是说今天官员都来了，你什么弄任何形式让官员讲话是吧？这个问题至少就这个东西好，可以询问，然后没有啦，对不对？对啊，询问好，你这样骂一次，下次再骂一次，对啊，这样子，下次再骂两次，第20条嘛，对不对？就我们再就20，再提一次报告案。对啊，再提一次报告。再一个报告案，再提两次。我们只有要求两次报告案。放进来，我怎么放进来？上一期的20条报告案。好，讲到这个问题很慎重，两次。你等于骂两次，说不好，我的胸脯又说不好。21天你骂一次，下一次再骂一次。他的胸脯比较大，可以一起讨论。再骂一次，讨论一个方向的部分。新民党不党的案子，好像有20次要进来，对，尽量讨论到。今天就没骂两次了。但是我跟你讲，这20年了，其实也非常关心嘛。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21条，就只有21条，就是我参考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全部两岸人民关系条全部拿大力来逐条的来讨论，大体的讨论。但是你们现在只有抽17条，那17条就只有对针对身份证取得权利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明天朝野协商，我们同意把21条也进并进来。我们另外报告，另提报告案，另提报告案，然后再并案，全部一起再并案一次。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有2次的报告案，再没有，你不能只有针对17条这样子。你要把，不是也不是要程序，今天只是大体讨论，所以不会处理你案。你今天不要说没，今天何志田老师，我会在外面开记者会。可以吗？现在已经有记者会了，因为你有观点才有对话嘛，你要骂什么？开吗？17条、21条，个别讨论一次，没有必要。因为其实也有些要混在一起，法案的部分应该。
法案讨论，法案讨论再并案讨论，没问题。法案讨论并案讨论，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慎重。我们两次报告案，如果非常慎重，就不会拖到今天。你们把我们的案子拖到现在，七月二十号通过，你九月去年最期的，最期的还是亲民党了，因为亲民党从第一个会期就已经去上送这个案子出来，到今天一年了。我们当然是第一个会期，是第一个会期一直被挡，挡到挡到那个临时会的时候协商这样子嘛。今天不管是案子，今天我们见面，下次再来，再来，如果没有把二十一案放进来看的时候，会以为第十七案是可以的，你要有意思吗？你这样子根本没有冲突吗？有冲突，冲突当然是有冲突。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提交冲突，可以冲突条的法律案的处理，修正案必须等待二十一条。我们给我们挡，国民党挡了十次嘛，所以你今天怎么可以叫我们跟二十一案没有进来？对啊，为什么叫我们在挡？这是偏，是偏颇的嘛。而且刚刚我可以这样讲，等一下，先讲。他说你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在跟长线主公平权要放所有两岸的朋友没有这样子，是不是？
查出来，我们还有马上。Thank you.
跟他一边处理了。是这样子，我答应你没问题。现场没问题。啊，后来成交没问题，他这样子跟我跟他处理很重要。他也不是不开了吗？今天起码我们把三五都已经确认。可以啊，面试确认。再三，不然三五可以没办法确认。三五审批。但是要写清楚就好。同意。如果说中计了。
这样子可以了。报告委员会出席人十一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们先请宣读刚才的协商的决议，哇，协商结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协商结论，时间102年4月11日星期四，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决定事项一，本日会议仅确认议事录及。由陆委会进行报告，不进行询答。二、四台联党团提案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附委后，并第17条择其先办理公听会后，并再重新登记发言质询与审议。协商代表黄文林、林世嘉、李俊毅、赖世宝、徐新盈、邱文燕、江启臣。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哎，是，来，李委员。主席啊，刚刚亲民党团啊没有签字啊，原因啊，不得进行询答是针对委员个人权利，委员的质询权是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我们不能以个别委员的少数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同意权同意啊，就阻碍了所有立法委员的权责。所以对这一点啊，虽然亲民党啊
党小，但是我们会提出严正的抗议。根据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的规定，我们立法委员是有这个权利的质询的，而且是宪法所赋予的。那我对于贵委员会啊，如果说因为你为了要解决委员之间的争端而剥夺了其他委员的权利，这一点呢，我们提出了权益问题。以上。哎，林委员。台湾党团在这边郑重的跟大家报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置哦？是因为其实在去年七月中临时会的时候呢，这个超越党团就签了说，这个所有的就是说有几个优先法案，其中包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档案哦。但是台联党团第21条，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中配在台湾哦，他们对于中央公职人员的选举，跟对总统副总统选举，跟对宪法复决哦，我们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变更的一个提案，他跟你取得身份证6年4年，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内政委员会所排这个案子呢，环环相扣啊。但是呢，第21条案子呢已经被挡了十几次啊，就在这个7月底的时候，我们签了说可以进来之后，到现在今天是4月11号，依然是不得进来。所以呢，这个江启臣招委他在排的时候，这个案就没有排进来。可是他环环相扣，但是国民党却挡案在先了。因此，我们要求说，这个第一个是要请国民党，如果不是经历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冲突呢，台联党团的第21条的修正案呢就没有办法被复委，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事情是，这个17案跟第21案呢环环相扣，所以他必须并在一起讨论。其实我们本来是建议就这个东西就不再讨论了，所以所谓不进行询答，是因为我们觉得17案跟21案要并在一起哦，并无这个所谓剥夺委员权利，也不是委员跟委员之间的争端，这个是党团跟党团之间的争端，而且是有国民党党团哦，他之前悔诺在先，才会台湾党团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哦。台湾党团在这边做一个郑重的一个说明。来，吴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哈，针对之前曾经有一个朝野协商的决议哈，当时因为我没有到我党团书记长的时候，林鸿志委员帮我代签，那个是针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陆资来台的条文，它只仅限那个啊、哦，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话，请会问蔡其昌委员跟柯建铭。总招，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陈述是一个事实，没有关系。如果他新的决议没有关系。在第二个，比如说飞核家园，刚刚林兆文说，他说支持配合这个行政院版，也没有啊，因为国民党就是行政院版的飞核家园，在院会被台联跟民进党联手不断退，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是觉得说，今天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我今天对大家协商的结果，我没有意见。啊，我是觉得说，像今天这么重大的这种议案的本身，其实我个人，所以我刚刚没有在那里面签字，因为我认为我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东西，不应该把它绑在一起。那如果再来的话，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如果亲民党李同豪总这个委员也认为说，哎，亲民党提一个东西要把它绑在一起，要求后面再加一个进来，我才要同意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对。好，所以因为。陆配的身份证的取得认证的问题，这是大家洞见观瞻，我们也可以了解在野党立场，了解台联立场。但是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本席个人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尊重今天大家协商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必须要讲清楚，不是说以后所有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不能挡。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后如果民进党或台联党再到院会去挡行政院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案子，那又作何解释呢？还是不是从此开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任何大的提案都不能够挡了？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所以我是觉得一事归一事，我们应该把它做一个厘清。好、哦，所以基本上我是要声援李通豪委员的观点，我们立法委员的质询权或询答权是天经地义，是法律保障的。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剥夺今天这样的一种权利，其实我觉得不太适合。所以我其实反而会建议主席就回归到原点。就说哦，今天因为大家有争议，所以我们今天会议就不开，干脆宣布散会，回到原点，这样比较单纯一点。好，否则的话，今天只要媒体记者从深度去分析说，我们委员会可不可以透过协议，把当天立法委员的询答权剥夺掉？
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朝野协商这么多年来，我印象里面从来没有说去说同意今天不询答，或同意不询答的人剥夺你今天的询答权嘛？我要讲都不能讲。那我请问，如果高金素梅委员代表走进来，他怎么可以不询答？那我们是不是对他又不公平呢？他是一个无党籍的委员啊，好，所以我们就事论事了哈。我不反对各位所做的现场的决议跟协商。但是我还必须要讲真话，事实真相是什么？那立法委员的发言权是不应该被剥夺的。哎，陈吉迈委员。啊，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审查两岸人民关系的第十七条涉及中国配偶入籍的这个问题啊。那我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这个入籍或者是移民等等这个主管机关其实是内政部的，哦，那内政部他审查，他也不是只有审查外配，他审查包括这些陆配等等，这个权责机关都还是内政部。但我们今天来，大概只有陆委会的这个部门的主管过来，那内政部也大概派移民署的署长，我也没看到，哦，你是副署长还是署长？我说移民署署长，哦，你这个不要僭越你的职责啊，哦。那主管机关的官署没有来啊，哦，那内政部理应是内政部的部长也应该亲自出席，这个是一个涉及到整个这个包括外配的这个管理哈，哦，也冲击到说整个移民制度的一个架构。那哪有说内政部部长不来呢？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今天陆委会主委来，他当然是站在陆委会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啊。所以我坦白讲，今天其实这个不管说是有没有牵涉到所谓的这个质询权的这个部分啊，但是今天很显然的，我认为说这个很多的这有关出入境管理啊或移民相关的这个规定，主管官司必须要列席。所以我也建议说，主席应该要裁示，或者是下次会议的时候要邀请内政部部长跟我们陆委会主委啊，这一并来我们内政委员来进行报，这样才合理啦。哦，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询答，像我很多问题要问内政部长，因为部长很显然跟陆委会主委意见也不同啊。早上在审查国基法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这个看出来说，这个内政部的意见不见得跟陆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哦，所以我是认为说，那相对的来讲，假如没有邀请相关部会的主管都来列席的话，那也是变相的剥夺我们质询的一个权利嘛，哦，所以我是折中了哈，就是说，因为这个法案事实上，就我看来是有点草率了，啊，是也没有什么公听会的程序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比较完备的一个法制的一个程序的情况之下啊，那是不是就先这个请这个我们王主委报告，既然都来了嘛哈，我要请他报告，那下次啊还没有来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部会首长，还是要再次请他报告，那不然的话就。我看连报告也就免了，对，就没了，对啊，哎呀，啊，好，但是那个朝野协商那个还是要啊，不然下次我也担心台联的委员又背锅哦，所以朝野协商结论把那个报告那一步拿掉啊，但是应该要完备邀请部长什么，这个我觉得要写在朝野协商结论里面了。啊，那个我们让第一轮的了，好不好哈？刚才李俊毅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哈，有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现在副委已经交到内政委员会，总共有十七个案子。这十七个案子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切割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讨论，所有都环环相扣嘛，所以老实说，十七个案子要一并讨论。那国民党团去党台联党团的二十一条的修正案，这更没有道理。既然大家立法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充分讨论嘛，那去打人家的案子，说我的案子可以讨论，你的案子不能讨论，这更离谱了。好，哦，那但是今天回归到今天，既然已经协商了哈，哦，那我还是要强调哈，哦，这个十七条的案子，刚刚陈金曼委员也说过了，民进党主张是这样，这个案子其实涉及陆委会，也涉及内政部，有关入出境的部分，有关户籍的部分，还有甚至还有劳委会的部分。对不对？未来以后如果开放中国这个陆配，啊，四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
这还涉及什么？可不可以有劳保的问题？可不可以有所谓考公职的问题？这个陆委会应该来啊，考选部也应该来啊，这个我们都应该通通要来一并来讨论啊，这才会有完整嘛。立法院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同的意见经过各种讨论，然后寻求出一个最完美、最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不是说我挡人家的案子，然后我自己的案子非急着要拿出来讨论。这个是今天哦，我们希望主席下次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案子相关的部会都叫来啊。我们要听听内政部的意见啊，我们要听听考选部的意见啊。哦，如果这个中国身份证开放以后，四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是不是再来就所谓中国的陆配通通可以考公职？那这样会不会对成台湾的人民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这涉及权利义务的关系的问题，这个不能随随便便，连内政部部长也不来，移民署署长也不来，哦，我也没看到户政司来，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哈，下次能够注意这个部分。那今天的部分我们就到协商的部分，谢谢。好，黄文宁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我想刚刚那个吴益生委员他讲的部分事实上是不实在，也就是说7月26号非常清楚他根本不在场，那个里面那个朝野协商内容写得非常清楚，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部分修正草案，并没有所谓陆资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吴益生委员你不要老是就是不知道实际的状况，然后到处来放话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刚刚我们总召也讲得很清楚了，台联的立场非常的坚定啊，也就是说，事实上针对于这个17条的部分，事实上会跟21条联动，所以我们今天呢，才不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杯葛。那我想，其实没有一个立法委员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杯葛，但是呢，这个部分是国民党党团，当时这个部分就是先为诺在先，所以让这个案子一直挡了10次以上。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这样子只是希望说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法案，包括这个可能是17条，可能是21条或者其他的法律的部分一并来审查。那我们早上在审查国籍法的时候，实际上就有发生非常大的冲突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说可能它前后条文会有相互矛盾的部分。那17条跟21条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一个关联性呢？因为这个17条如果你过了之后，它会有21条的部分，也就是说有没有参政权等等，还有服公职的权利等等，都必须要一并来讨论。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并案讨论的话，事实上今天的讨论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好，所以其实台联党团并没有就是用不当的手段来做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好，刘委员。主席、诸位同仁，我们在亲民党团第二次发言，我们认为再次强调，如果今天要进行这个报告，就应该依职权，我们的职权行使的这个权利啊，我们有询答的权利，这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如果今天不做任何的报告，那就没有这个事情，也就是大家动议散会也就解决了，对不对？你确定了议事录就解决了。我们认为民进党团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既然是一个这么慎重的事情，应该相关的部会首长都应该就这件事情表达意见。以上。好，刚谁？哎，起码。好了，那个这样哈，刚才我们几位委员也针对我们刚才初步的协商结论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我们亲民党的李同豪李委员也提到关于询答权的这一部分然后刚才也有几位委员提到就是因为这个条文
除了兵案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其他部会啊应该来备询的这个问题或者做报告的部分啊。那我在这边我是不是提议啊，就是我们把刚才的协商的结论的第一条啊改成本日会议啊仅确认议事录啊。那这个就是第一条的部分，其他就维持。各位在场委员没有异议？好，如果有后面只有第一项的部分是改成本日会议仅确认议事录，啊，也就是我们没有报告也没有询答。好，那第二项就是代是台联党团提案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附委后，并第17条择期啊，再先办理公听会，然后重新登记发言、质询跟审议。啊，就是这样子。啊，各位委员没有异议？啊，没有异议，我们就是不是照刚才修正后的协商结论？啊，好，那我们现在哈，我们就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八届第三会期内政委员会第14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2年4月11日上午9:16至11:57，地点本院喉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4人，列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37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李鸿源等。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并案审查第一案之第九案，行政院本院亲民党党团委员尤美女等23人，委员林淑芬等21人，委员田秋瑾等19人，委员杨丽华等21人，委员江启臣等18人，委员马文君等21人，委员李俊毅等20人，分别拟具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本院委员萧美琴等19人拟具国籍法删除第9条及第10条条文草案案。第一案继续并案审查部分，经提102年3月25日第八届第三会及本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说明及询答结束，并并案审查在案。本次会议进行逐条审查，核先续名。另第二案，本次会议经委员萧美琴说明提案要旨决议一，以上二案并案审查，另由委员陈盈杰等三人及陈其迈等六人针对第四条，委员陈其迈等五人针对第19条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二、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进行审查。三、请内政部邀集相关机关参考本次会议各委员发言意见，就已审查之修正条文内容再做斟酌考量，提出整合版本，供下次审查会议参考。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啊，如果没有，我们确定，然后散会。